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Touch 运怎么连接，它有个 USB 线，它这个旁边嘛有个 USB 口，这样插上去，然后这一边连上任何一款那个泰坦系统的控台都可以，直接插上 USB，这个后面有一个也可以，这个前面有一个也可以，直接插上去。然后它就会出现这种状况，好，找到驱动的时候，它就会提示成功。然后在工作窗口打开那个这个母贝偶运的窗口，等一下，好，这里就出来了。如果是两个屏的话，可以拉到隔壁窗口去。啊，现在编一个单不看一下，这里同时可以再转。然后储存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现在就是说，这里推它也会可以的，然后我在这边推这个母贝偶运，这个 EQ 的时候它就会有反应，它也是支持翻页的，它也是支持翻页的，翻，按这个翻页。